侨委会有一项方案非常棒哦，就是帮助我们海外的 second generation 到台湾去教英文。那所以也欢迎你们的朋友，或者你看在座看起来都很年轻啦，除了我们两个之外，所以我都不好意思讲你们的孙子。在平常的场合，我都说请你们孙子赶快回台湾，但是今天可能要换，就是请你们的孩子们，或者是你们朋友的孩子们，回到台湾来教英文，17到25岁的年轻人啊，那在台湾一个月。全部都是台湾政府跟学校来负担，一个月期间的食衣住行都是台湾照顾他们，你们只要买机票啊，来回机票就可以了。那4个礼拜当中，第一个礼拜是 training， 第二、第三个礼拜到乡下的中小学教英文，第四个礼拜可以跟来自全球的年轻人哦。就是全球可能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，或者是这个欧洲任何一个国家，当然也有美国啊的年轻人，大家一起到台湾的各地去旅游，认识台湾，然后也可以吃台湾小吃，也可以利用机会回去看阿公阿嬷这样。那所以呢，这个 program 一直都很受我们海外青年人的欢迎啊，也请你们多多介绍。这次今年的活动3月10号以前要报名啊，所以要把握机会，也没剩几天了。